139在 Caldera 的第六间工程开工啦。何总在跟投手讲着工程，需要投手注意的地方都有标记尺寸了，马上就开工了，很好，初步已完成，这边开始铺沙灰了哦。嗨嗨，今天来安装 Lumine 的门窗了哦，这些都是安装回原装的哦，只是位置和开门的方向有改变啦。今天偶遇 Joseph 来 Caledonia 看工， The next step. 工程顺利进行到了电工工程。我们现在连地砖、墙砖了，在哪里了？